大家好，我是飞飞队，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在这里每天给大家分享一些关于区块链的信息。那好，今天要去跟大家分享的是 Pi Network 已经进行了小量部分的钱包映射啊，那在对于 Pi Network 的这个进度呢啊，也继续的往前走了一步。那今天要去给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说我们所有的这个华人呢来参与到 Pi Network 中啊，虽然华人也分不同的区域嘛，但是我们在内地区域的派友呢，那么大家的那个速度进展呢还是比较偏慢的。我们目前呢处于还在前期的 KYC 的阶段，那知道在海外的 KYC 的人数已经比较多了嘛，但在内地的话还是比较少一点的啊。那未来的话，就是我们这些华人在 Pi Network 中啊，能够去作为一个什么样的这个贡献去存在呢？啊，因为我们目前可看到的是，我们对它的贡献呢，其实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啊，就是我们的人数去凑上去了，这是一点。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搭的节点呢，目前来讲的话，这节点还没有真的连接上主网。就我们前期在很早时之前，有人搭建节点，搭建了2年多3年啊，基本上快3年的时间的节点，主要是我们浪费的这么多的一个资源，就是这么多的一个电力，或者说我们的电脑配置啊和自己的维护的这个心血等等呢，没有和项目方做成一定的那个贡献，而且呢我们也浪费了一定的钱财。那虽然说不是太多，但是呢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累积起来也是一个不小的数字。那所以我要说的就是，在未来的话，我们的一个华人区能为 Pi Network 做的事情是属于哪些的？因为我们知道嘛，首先第一点就是我们的一个知识创新的原创性还不够啊。当然，这里不会说包括其他区只是说在我们现在目前我处的这个区域呢我们的这个知识的原创性还是不够的。那么，据我们这个区域这次的中金研究院团队呢，把1995年以来发表的论文那么我这里给大家简单的去过一下，就知道我们自身的一个缺点和优点。那么我们在以后的 Pi Network 当中呢，我们会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造成什么样的一个贡献。那么根据它的内容的引出呢，我们可以就是说看一个就是核心图嘛。那这个核心图的话大概就是这样的，比如说颜色不同，那么这中间的这个呢我们就是原创的，那么后面呢就是根据原创的发维性发散性的那个思维方式进行的一个创作。那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图呢就可以看到，越靠近中心呢就是越集中于原创的或者说创新的。那在这次的科学中引用的次数呢，就是说我们发现就是在一定的创新上面去引用的次数呢，中国的就是我们内地区域的这个所发表的这些论文呢靠近原创的是比较少的，而更多呢是怎么呢，靠近于这些边缘区域的，是我们可以通过别人的一个原创，看过别人的论文之后引发自己的一个思维，进行上面的一个改善或者说发散性的思维来进行一些的改进。那所以可以看到，如果说在于论文学术上面的论文或者说创新上面的论文的话，我们的原创度呢其实还是和欧美区域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差距的，这里呢我们是要去认清楚的，就是我们在基础研究的成果的转化率呢是比较低的。这个是什么？就是说我们的学员融合呢是比较难的一个问题。一个是由那些高校做出了一些先进的研究成果呢，那么它会把它给封锁起来放在柜子里面吃灰，我们所有的很多呢都是看不到的。另一头呢就是说企业的研究的那个技术升级难那么中间呢就横跨着一个死亡谷，就是有的这种创新型的技术或者说论文原创呢那么被封锁起来普通的人呢是没有去一个借鉴。那有的话在企业里面的，那么他们呢又没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创新性。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企业的目的还是为了去盈利嘛，那作为一个研发等等的这些呢就可能会偏少一点。那所以在我们这个网络信息领域里面假如说我们这个图就是在网络信息领域，那现在的这个情况就是说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这个比如说这个原创程度，美国的它的一个转化率是多少，就是它研发出来的这些论文进行转化成实际应用呢大概是在 17.8%，分别是17.8%19.5%然后30%，大概就是说他们原创出来的一些东西，一些信息领域的一个先进的思维模式，或者说他们的论文，那么被应用的实践中呢占了一个17.8%19.5%30%的一个转化率。那么这个乍眼一看的话，这个转化率并不是太高但是你可以发现我们的这个内地地区的一个转化率呢大概是多少，是1.9%是吧，1.7%那么0.1%这样的一个领域。
那可以看得出来，就是我们的一个原唱程度其实并不高啊，那么再加上一个转化率呢也并不强，所以在未来的很长的一个时间内呢，我们的知识创新方面呢在国际上面是有所拉低的，就是说我们和国际上的一个创新水平来比的话是比较偏低的。那么这个数据呢是国内的一个权威机构所发布出来的啊，那么这个呢所以说靠谱程度还是应该是比较高的。那这是我们首先要认识到自己的一个缺点在这里。所以说从1995年以来呢，中国的国际学术经历过多次的变化嘛，比如说1995年至2007年，由于中国自身的论文产出呈爆发式的增长啊，那么相对于国际的论文来讲呢是占比是在一直下降的。就我们的高爆发呢是1995年开始至2007年这个时间段呢是有一定的增长，但随着后面呢是慢慢的去进行了下降的。就是我们在2007年至2016年的时候啊，我们融入了国际学术体系，那么国际合作的论文占比呢啊就由此又快速的回升，那么但在2016年之后啊，这个增长就几乎就停滞了啊，所以我们的这个具体的创新情况，其实我觉得应该还是全世界的一个合作范围来定的，就是说如果说合作的多呢，那么反而有一定的创新型思维，或者说借鉴别人的然后改善性的思维呢会比较多一点。如果说一旦停止合作之后呢，那么我们的增长的趋势啊也就停止了。那所以说呢在知识体系方面的一个摩擦呢还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必要的，就是说我们大家来进行一些合作，来进行一个共同的互相帮助互相合作，来达到一个知识体系的更完善才是比较好的。那所以在2018年之后呢，中美贸易又开始摩擦嘛，那么阻碍了中国参与国际学术的合作。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从这个提供的数据中看来呢，这是中金公司提供的一个数据嘛，那中金公司提供的这个数据啊就显示出了中国国际学术合作增长其实呢是从在2016年的时候就已经停止了，所以说和中美贸易战有没有关系啊，是没有太大关系啊。原本呢中国是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价值末端，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我们的掌握的那个产业链和核心价值的发达国家处于是一个核心的合作关系，就这种合作关系啊促进了双方国际学术的合作嘛，就是你们搞原创是吧，我们搞生产，那这样的一个合作我们是处于在末端嘛，我们在生产端啊面向用户端，而内部的一些高端的你们想法或者你们想要去实现一些东西啊，你们把这个理论提出来或者这个论文写出来或者技术标准写出来，那我们去执行就行了。所以说我们更多的是就是华人地区啊，更多的是一个执行力会比较强一点。那随着产业的结构的升级和转型，那么在产业价值和发达国家上面我们形成了一定的竞争关系，就是这后来的事情嘛，我们在后面我们和发达国家形成了一定的竞争关系。那么这个数据具体体现在2016年的时候，那么我们呢就进行了一个停止，就是因为我们后面发展到末端发展的差不多之后呢，我们也去搞这个原创，也去搞这个核心竞争，但这个时候呢就和欧美呢其实就产生了一定的竞争关系嘛，那这个时候停止合作呢，我们肯定就会受到技术方面的一些突破性就会比较少一点，那我们和他们合作停止了之后呢肯定就会面临一部分的这个封锁嘛，技术封锁，那这是一方面。另外呢就是那么随着2018年的中美贸易的摩擦呢所以说就导致了我们的这个技术的一个创新性呢就持续的往下走。那随着2018年的中美贸易的摩擦之后呢那么中国就更加的想去从这个产业升级的路线呢那么走到外部的环境之中就是想去走出来嘛。但是面临我们的一个知识创新呢有三大挑战，也就是说我们的原创性不够，这是最大的。第二个就是转化率太低了，一本来就是我们的原创，比如说原创本来就不多是吧，在为数不多的原创的情况下转化率还这么低，你说怎么搞，所以说我们就搞不起来是吧。然后加上原来的我们的一个关系呢是中国是吧，比如说这是欧美，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合作关系，你来我往的一个合作关系，但是随着后面的一个关系的不是那么融洽之后呢造成了一个国际上面的合作的增长停滞，那原创性不够，然后合作又停滞，所以说我们呢就造成了科技的推动呢会比较难一点。所以就以华为为首嘛，我们知道华为后面呢就代表了中国的企业展开了针对性的行动一是加大基础研发的投入，二是与高校合作，然后呢就加快了产学研融合，产学研融合，然后就是说产能和学术研究的一个整体融合。
那么第三是走出去寻找国际人才。那么在以前呢，中国的创新呢主要还是来源于高校和研究院推出的啊。那么在未来的话，可能就是我们的这些企业会面临知识的创新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就是我们的这些企业或者说我们普通的这些有能力的人呢，可能会对这个创新呢造成一定的影响，可能会比较深远的影响，就来源于更多的民间机构或者说企业机构，而不是由国家去倡导的啊。所以说我们在整个的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到目前为止，我们说统计出来，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创新性和原创性呢确实是和欧美国家比是比较差的。那为什么我要说这么多的这个事件呢？